猪人帮千金啊！啊，谁啊？哎，不然我跟你说啦，就是那个身高1.6米，他今年刚满18岁。真可亲切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？啊，天都快亮了呢。哎，真的啦，聊天聊太久了吧？这个天都亮了。我只要醒来了，今天。啊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，晚上有空再来啊，搞不好会上班嘞。拜拜拜拜。说公司居然找到莫文蔚来当我的制作人呢！我们现在赶快练歌一下，不然等下肚子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PTT Permission to Dance。